得见得恨，情欲的世界，人生何求？怎样你甘知？做着男性，要紧头一阵，就是有志气。阮失志的时候，受人的体谅，被所爱的人放下，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。消极的人有自杀，有的伤害对手。你看嘞，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、毒杀、凶杀、自杀的技术，实在是款是真戆的人。阿有影，我是来酒场啉酒。煞来讲着一款无趣味的话。你这位人客，请你唔通安尼讲，这是实在的话。阮听得真有趣味个。哈？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漂的男子，你敢命会被女人放杀是？是，因为三年前我予一个女性来甲我放杀，受到精神的打击，应该是自杀去了。但是我再改着人生观，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。奋发努力，才有通来这酒场饮酒，甲你熟识。吼、哦，三年前予人放杀去是？啊，有影，你这位人客，唔知啥物大名吼、哦？我小姓姓林，林清华就是我本姓。哈？林清华，林清华先生就是你。哦，阮真欢喜，你是真出名的人。阮永远袂当甲你伴酒，大家熟识，阮实在真光荣啦。金秀，你的名叫做金秀，实在好得真好名。金秀，我今晚有带着一张相片，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候翕的相片。其实我是无喙手，也无挂着目镜，而且身体治病，面目消散，全然甲即阵的面型无相共。这一张相你看较清楚。哈？这张相，这张就是你，你。你就是明华，哈哈哈！金秀，不是阿桃，哈？免着惊，今日来酒场饮酒，不是我的目的，我是专工要来找你。这三年来，斗着男子的志气，建设着我的地位，宣传着我的名声，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，今日专工要来报复你。金秀，不是阿桃，男性伟大的力量，你永远唔通袂记是才好，而且。什么？爱迪之家？迄卡背包？迄、那个背包总退去？冰花啊，请等下，冰花，冰花。Thank you.
爱影响。